道吧？插均匀了，知不知道？你得快点插，人家是按件计算的，要把插一个8分钱，你一天要能插上几百个，就能挣好几十块钱呢。你看这工作多好呢，一天风吹不着，日晒不着的。你不像我以前在鞋厂工作，哎，一天下来差点能把我熏死。哎，咋了？扎手了？让我看。哎，真是的，你说天底下找不出你这么笨的人来了。我看手破没？呀，对不起，嫂子。嫂子，你也是个急脾气人，谁生下来就会干，干了就好了啊。行，你悠着点啊，慢点，你看准了再插。我把手扎的。没事没事。只穿了这几根啊？对不起，我第一次干。不行，你这干的什么呀？我是大学生，干这没经验，刚刚学会的。你是这，你先挑，能用的你就用，不用的咱们就让他办公室吧。大学生啊，大学生连这点活都干不好，熟练哪去了？一个大学生啊，能干这就不简单了。就是嘛，我也没干过。不行，这干的什么呀？我要是收了，老板不得说我吗？这要出口的时候打回来退货，谁负责？你挑挑，肯定有合格的，就是合格的也就弄一个行。啊，看看，漂亮。咦，这颜色咋不一样啊？这不是血吗？这花儿怎么有血？老头，咋有血呢？你看，呀，这手上咋这么多泡呢？你怎么告诉我呢？全破了。啊？你这都不能用，不光不能用，浪费的材料还得赔钱。赔赔赔就赔吧，有啥了不起？你看他手都成这了。咋了？这是？我实在是太笨了，什么事儿都干不好。这话是咋说的？你一个大学生能做到这些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现在有几个大学生能这样做？快吃吧。别急，慢慢来。刚开始的时候都不会，手磨成这样，不行就歇两天。不行。谁刚一开始就会啊？你不会练，人家别人能吃的苦，你为啥不能吃呢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这是干啥呢？啊，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让我同情你啊？不管到啥时候，你都得记住今天，听见没？试试啊，行。
儿去吧，热闹。说话能不能文明点？啥文明？文明人就不放屁了。不提了，不提了。